师傅，我刚和他们稍作切磋，他说让师傅，我跟你一起吧。好，我在。好一个盛气凌人的外，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但我身后想见三爷，口气。身手不错，胡师傅。我并非燕，鄙人张三，一名普通的西。我是谁？对胡师傅来说不重要的是，前段时间，小哥在四天，按道理，依我判断，如果胡师规矩不能被，这是一趟胡小，于是一，哼，祝你好运，胡师傅。另外给你说一下，武馆街这个地方。现在
什么事？哟，口气不小啊！行，你进去吧，小心被。来者不善呢、啊、原来如此，你弟打破了，驱逐你弟难全，但我奉劝。哎呦，
小子，报上名来。胡，可惜骗是那这慢我是开先不可不管 K 同时间不多了，去吧。